呢啲就我哋算係幫佢沖涼咯。你嘅公司可以摸得摸一下先啊！哇 ！So 依一度咧，入邊有我哋嘅 superstar。superstar 係我哋依度嘅主角。哎，係咩嚟嘅咧？好緊張喎，真係。入去先。去，我哋俾一個驚喜你。Hi Billy， come Billy， come。Billy， 所以你話做 Ranger 係咪要好有耐心咧 ？Billy， 好呢、這個呢、這個時間咧，我係做緊咩嘢咧？其實因為係咪佢哋嘅毛可以會變好厚，亦都可以變好熱噶嘛， oh。 所以係咪有時會瘌渣啊嗰啲咁樣嘅嘢啊，我哋就要需要幫佢掃毛啊。哦，佢今日好似唔係好，佢今日好似唔係好中意我。你睇佢一咬，佢一咬好得意啊！里面比较舒服，也真的，我也想在里面的。那个风扇那么大，那么舒服，好像冷气房这样。哎哎哎，你要见你女朋友系咪？系。哦，呢个就是他女朋友。啊 ，OK OK OK， 你有女朋友不爱我啦，系咪？好衰嘅喎，你真系，哎哟。串你。我唔爱睬你，我同你女朋友玩，佢女朋友都唔睬我。Yes， 唔係，大啫，打波就啫。哦，要綁粉嘅，好似 BB 咁樣。因為個粉咧，佢會黐上一啲嗰啲比較污垢啊，定係有啲濕嘅嘢啊、瘌渣嘢，佢會黐埋你只，你掃嗰陣佢就會一齊出上嚟。哦，真係識彈啊！你有冇掛住你 BB 啫？你有冇掛住你 BB 哦？你有冇？你俾我摸一下得唔得啊？你等下去配啊！嘅 ，sorry， 佢要配我啦。你当佢好似嗰啲分啡咁样啊，好似分啡咁啊，系咪？佢咪要掟啦咁样。嚟啦，佢嚟啦，佢嚟啦。啊，抛啫！一、二、三，食，快啲！啊，做咩你唔开口？冇错噶，太远咗，抛准少少。哇！嚟一、二、去！哇！到你啦，一、二、三，哦哟，哇，互相咬。其实我觉得啲雀仔咧，呢个 pelican 咧，好似很慈祥的感觉。他们还蛮凶的，喺度抢食嘅时候。Hello。我边有度。摸得噶咪？可以啊。好。你过来。慢慢嚟啦，咁緊張做咩喎？嗱，好啦，就得。下一站我哋做乜嘢？下一站咧就做最辛苦嘅嘢啦。啊！我哋要坐上船去湖嗰度。上船。系啊，上船啦。你入边等啊。duduk。啊，terus duduk。打滚呀 ！OK 啦，拜拜，这样大的任务就交给你吧。你打滚。打滚加速。OK， 我的 bottle。呀 ，OK， 等等，哈哈，等等。哦。打没干呐？啊，对，干，哦有哦。Jangan buang sampah tau. Tengok. Hari-hari training. 嗱，我都好開心有個機會咧，可以坐住咗佢嘅船啦，咁然之後喺個湖當中咧去執下啲垃圾啦。咁我依然都唔知點解，因為都講明有好多牌都寫明話唔可以亂咁掉垃圾啦。因為當你亂咁掉垃圾嘅時候咧，你會影響到佢哋嘅居住環境啦嘛。你自己試下諗啦，屋企你都唔會亂咁掉垃圾啦，點解你要將啲垃圾掉喺人哋屋企咧？咁都麻煩大家去好愛惜咯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哋下次冇啲咁靚嘅地方可以俾我哋參觀嘅，所以就當自己屋企咁樣咯。如果我今天要给他评分零到一百的话，我会给他85分吧。好高哦，谢谢。其实 Nicholas 他今天第一天做工啦，已经算不错了啦，我还 OK 了。
这样当然假如好像他遇到一些比较肮脏的地方，他会不习惯，虽然他是这样子的 reaction， 可是他也是照样去做啦，这样这一个是值得称赞的咯。哎，搬了两轮，哎，都挺辛苦啊，真的辛苦了大家， thank you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过后好像比较吃力啊的东西啊，他都很敢的去做，很敢的去尝试一下，不会说我不想做这样子的工啊，还是怎样。所以我觉得值得称赞啊，不错了了。吃饭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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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鱼食。哎，这只鱼真的来了。食饭啦，食饭啦，食饭！嗱，如果系100分为满分嘅话咧，我会为当日自己嘅表现咧打一个我想打一个80分嘅，啱啱 A 啦。点解咧？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始终第一次啦嘛，我有几 enjoy 成件事，最紧要系我自己嘅心态好 enjoy 成件事，同埋中意去做咯。咁至于有冇做错或者会唔会惊青或者咩，当然会有咯。嗰个20分扣咗佢啦。但系对于嗰日嘅热诚咧，我系有嘅。所以我觉得工作热诚好重要，所以我俾自己80分。我都系想问啦，因为你做咗呢个工作啦，喺度要照顾好多动物，呢、這个爱心好重要啦嘛。点解你会有兴趣做呢样嘢嘅？头一个就梗系就觉得想帮动物一齐做工啦，即系开心啊嘛，帮动物一齐做。5月份啦，劳动节啦嘛，咁所以我觉得对于每个有工作嘅人嚟讲咧，都系平等嘅。我哋成日觉得咧，职业无分贵贱啦，无论你做乜嘢都好，赚几多钱都好，你都要为个职业付出。所以我希望所有做紧工嘅朋友要对自己个工作要有责任感咯，呢、這个好重要。希望每一位朋友好把握你揾到嗰份工，同埋身边嘅朋友一定要互相尊重每一个职业啦。因为始终尤其是做 service line 嘅朋友、服务 line 嘅朋友咧，佢哋嘅服务已经系好好噶啦。所以我觉得一句多谢咧应该的，所以我要多谢全世界为我们付出的每一个人。你看谁的海啊？我以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海底甩咗，搞错。Oh my god！ 没事啊。我真的用心去做的，冇晒力啦已经。哎呦，我眼镜要掉了。我觉得他蛮有天分的，他做这一行，他可以考虑转行。我觉得啊，可靓啊，其余剩下就是颜值的问题了。